大家好，我是白董。那么因为最近疫情非常的严峻，所以我们很多各行各业有的都休息了，那或者是学生啊，那现在也都停课在家里用视讯教学嘛。我们就想说很多人都会待在家里一整天，可能闲得比较慌，所以呢我们就有厂商跟我们做一个合作，来做一个防疫的特价，让大家呢可以多在家里没事多弹弹琴，这样子听听音乐。我们今天的主角就在这边，哇，来，这个就是一把单板的电木吉他。那单板大家也知道嘛，就是我们的正面呢是用实木的木板，然后呢来做成的吉他。一般我们的单板的市售价呢大概都在7-8千块左右。那这一把是电木，而且它是拥有加振效果的电木吉他。什么叫加振呢？等下我们后面可以简单的给大家示范一下。这一把是一个云杉的单板，侧背板是桃花心木，那旋枕是座钢。像这样子的电木吉他呢，那市售价大概是在9800块钱左右。既然是防疫特价嘛，这样子是还蛮寒酸的，所以呢我们还有送这个一个吉他的立架，你要用的时候就直接这样挂起来就可以了。然后还会有调音器、移调夹、背带、 pick、 干燥包。那这时候就一定会有人问了，白董，这样子没有特价到啊？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主角没有出现，就在这边，噔噔。好，那这9900的套餐呢含一个市价将近5000块的木吉他音箱。它除了是木吉他音箱以外呢，它还是一个蓝牙喇叭，所以呢就算你没有玩吉他，你也可以放在家里，然后开机，然后接手机在家里听音乐。基本上它有2圈，那一圈你可以接吉他，那一圈可以接麦克风。而且呢它是一个吸带式的，所以它有内建锂电池哦，想把它带到哪里弹或拿到哪里听音乐都可以随时吸带。那我们今天的套餐就这样子，全部9900。这把单板加振的电木吉他呢原价9800，我们加100块含运，然后呢再送一个6-700块的吉他架，然后再送一个8-900块的大家都用得到的使用配件。重点是一样的价钱，我们再多送一个市价快要5000块的木吉他音箱，让大家可以在家里呢弹弹吉他听听音乐。那等疫情过了呢，好，我们也可以带着吉他出去弹，然后带着音箱出去户外烤肉郊游这样。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只限网络上购买，希望大家不要再跑出门了。那我们这个活动就是限量大概12组，想要买的呢可以从我们的虾皮卖场下标，或者是加我们的 LINE BAITONE， 然后呢来做询问。那当然预算有限的朋友呢，我们也有一些外观有一点点小瑕疵的商品，可能原价4-5千块，然后你在我们虾皮卖场这些外观的小福利品可能就半价。那祝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波疫情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拜拜。